那么就先从这一款 Coleman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一款 Coleman。那这一款叫做 Coleman M820。那这一款叫做 Coleman M8 到24倍的25。那这一款叫做 Coleman M8 到24，就是8到24倍25mm 的镜片的望远镜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个望远镜吧。OK， 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。OK， 盒子里面有 ，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然后有一个收纳袋，然后有一个收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收纳袋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布的收，然后里面有附给你一个布的收纳袋。里面还有附，里面还有一条，里面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一条望远镜的，里面还有一条，里面还有一条望远镜的防丢绳，里面还有一条望远镜的防丢绳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望远镜本体啦。OK， 那整个 ，OK， 那打开这整个 ，OK， 那整个 ，OK， 那整个就是，那这整个望远镜呢，摸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塑胶，它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金属的外观。OK， 那这整个望远镜的机身全部都是塑胶。然后我发现第一个就是它前面的镜片的部分呢，它是没有给你任何的盖子啊，或者是就是保护它的配件，所以你可能就是用完你就要赶快把它放到袋子里，不然你的这前面就会有什么灰尘啊，然后褥尘啊，还是干嘛的。第一个这整个镜身的材质呢全部都是塑胶的部分，所以就是轻量化。第一个这整个望远镜的镜身呢全部都是塑胶的材质，就是走一个轻量化路线啊。
然后我还发现另外一个，就是它前面的这个镜片的部分完全没有盖子啊，或者是保护它的配件在里面，所以你可能用完你就要赶快把它收好，收到收纳袋里面之类的。那后面的这个眼睛要看的这边就有附给你盖子，所以就只保护一半的镜片这样子。